香肠姐妹，原味的香肠啊，看到没有？哇哇，爆汁了，爆汁了，爆汁了！来，姐姐吃这个，看到没有，姐妹？这个肉质啊，还没烫。那香肠两分肥八分瘦就，飘到我裤子上去了。把裤子含着吸着是不是？这个肉质一点都不柴哈，这香肠不柴的。姐妹吃不惯烟熏味了就别买，因为我们贵州的是有烟熏味了，有烟熏味才是它的特色。真的肉质，真的还有啥？咱们联系官方小黄车了啊，一斤4到5根，4到5根，2分肥8分瘦，直接下单就可以了，姐妹，联系官方小黄车。